干啥呢他？不知道。然后起来再扑噜扑噜再躺下。你看看你弟弟他们是不是来了？弟弟在车上呢吗？哈喽啊！哎呀，走的太早了，中午不是吃烧烤吗？哎呀，见了面还不好意思啦，这家伙！我姑娘都盼完了，早上4点多起来的。他早上6点起来的，俺们不到8点就出门了。哎呀，高兴长个了呢，怎么感觉？啊？跟萌萌在一块儿，感觉长个了。延吉下雨了吗？冷不冷？老堵车了。今天哎呀，下雨真好。走着垃圾的来了就买羊肉。高兴。高兴。丹丹啊。丹丹。不好意思啦，收大包，我要喝水，我要喝水，喝水，干凉，热吧，不让寒，不知道咋整的，完了咱俩说他扣了个死命，老姑上马下虎的，这把让老姑翻身，几点在家走的？刚到的，12点。睡觉两下子没，你上炕炕去不？没事，咱站会儿去。你站会儿干啥呀？上炕吧。你就吃饭了吗？吃了，都干活去了吧？嗯，干活去了。咋的啥呀？这天能干啥呀？我们不行，下雨就干活了。他定妆的是什么？一天都不能错过呀。嗯呢。待2天都牙疼。一会儿下一场，一会儿下。对呀，快打吧，也糊不了。那这能糊吗？糊不上，糊啥呀？这狗给狗吓的。你们狗出来！滚！狗子！狗子！狗子！你俩真是验证了那句话呀！这孩子一回来，这院里都鸡飞狗跳的。那哪是狗，那是鸡儿。你看，你看啊，狗就高兴了。大宝，哎呦我，你这只狗，对着狗，哎哎，慢点慢点，被卡了。别在这里玩，要倒了砸着你俩，俩出来。不要。快出来，那里头太埋汰了啊！你俩上棚子里玩吧，棚子里暖和。12点走的，3个小时到这哈。那是不倒不好走？还行。就那两轱辘。就下雨那点儿。哎呀，对呀，轱辘，哎，丢一个呢。上哪？你丢那个，是不是掉你的底下了？哎呀，这儿呢。藏牌，你怎么丢？掉吧。啊。还上轱辘。掉了根牛饼，手里还有根牛饼。哎呀，叫啥呀？冷啊！冷是冷呗，西风。你啥时候来着？我昨天晚上。不冷吗，高姐？不冷。这俩孩子一回来，鸡飞狗跳的。你瞅我这一出啊！送点小菜，从麻将桌下来了就干活。这一片地，我妈要种点小菜。种点小菜就能收入不起。哎哎，你看他干啥呢？大宝，我干啥呢？大宝，我干
后就能。